对，我在穴里面。你说什么？你喜欢待在那个穴里？等一下就出去了。你想要深入那个穴？我蛮深入的，它有两个洞。什么？我觉得只有两个洞，太可怕了。这他妈有问题啊！52个够盖一个家吗？原木吗？对啊，没有啊，不够木材。我掠夺三的刀砍那么久，让我想想看，我要盖哪里？有一堆兔子在跑，我把推到仙人掌上。不要啦！那不是我杀的。你可以拿着胡萝卜把他们引去别的地方，不可以杀。引去仙人掌。不行啦！三人床哎、欸，哇塞！为什么是三人床？有狼儿啊！你们三个睡一起。狼儿就说要睡吼。哇，左拥拥抱。对啊，我左拥拥抱。天哪、啊！这个树是怎么长成这样子？是你们盖的吗？它是狼儿盖的。是狼儿盖的。什么树？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树？一排的树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那个我跟狼儿说，你把那个直直的盖就好了。它就会变成这样吗？对。听起来不错，那我要住里面。你可以再多拿一些树苗啊。让我看看。木材，哎。需要工具台，工具台在门口。不过打雷喽！可是我看不到雨耶，因为这边不会下雨。为什么？这个地形不会下雨，只会打雷。对，只会听到雷声，不会下雨，跟沙漠一样。天气小声一点好了。40%。啊，太脏。真可惜，哈哈。太脏。怎么了？哇，15个月呢。下午来不及了，赶快回来请吃饭。好，那我要走，我盖这里。嗯，啊！干嘛？我掉下去。幕府，啪！从这边进去会不会太明显？卡住了。啊，这块腰不见了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好像盖梯子要怎么盖？梯子还是楼梯？梯子。哎、欸，打到一个了 ，nice， 好快啊！不愧是繁星。梯子就是你用木棒。有，我知道 H。好，六个够了。哎、欸、，Enderman， 啪。啪！有观众叫我偷杀兔子啊！你看这些人，不行哦。哦，哎，这个树叶这样子怪怪的，那就从这里上去好了。木符？哦，对，我可能会跟你要个种子嘛。种子嘛。对啊，怎么了吗？因为我要找史莱姆的深怪区域，需要种子马。可是种子马不是会随着那个不一样吗？因为你这个地图的啊。确定这样有办法？有啊，嗯，它是固定的。好哦。嗯，地图随机，可是区域是固定的。我如果用剪刀把树叶剪下来，就可以贴回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它还不会消失。那我需要剪刀。那个箱子有，农田那边一个箱子有。农田那边的箱子有。我让我找找。你要什么东西？剪刀。剪刀在那个农田旁边上面的箱子。你跟繁星讲一样的话，我还是没找到。有了，找到了。不用，我找到了，我超猛。啊！你怎么死了？没有喷装啊？没有，现在没喷啊。那我要开。不过这是我第一次死，可以啊。真的假的？这是你第一次死？对啊。就在各位观众的面前。对，牺牲你的第一次。对，要去哪里？他第一次，树都可以砍吗？可以啊，有一个不行。要哦、有一个不行，因为我要盖一整排的那个，先不要砍。哪里有一整排？你大家看得到？你一定看得到啦，就是长得像一整排的。哦，这个。啊！我靠！没关系，既然狼儿都盖了、Hello ，我就要利用。我那个荧光石粉要合成那个吗？可以啊，不然你先维持粉状啊，因为
我附魔不，酿造也需要荧光石粉。我打了很多。嗯，啊、你的坠石哎。嗯，在哪里？哪里？十二颗。这橡木怎么这么大颗啊？这个叫黑橡木。在我身上。它的树苗要四个才会变大树。你往前走。好，那我就砍它。啊，它的木材会很黑哦，很黑哦，嗯 ，OK， 很黑。你看这个围栏就是那个黑橡木，很黑哦。Hello， 比巧克力黑哦。Hello， 历史，那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听到巧克力你就放弃了？历史你放下面，这个也顺便。我塞到快要变欧郎了。啊？这个放下面，你不是要吗？對對對，没毛，现在身上很满。那我要继续挖吗？可以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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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暂时不用。开了。好，我要继续。怎么还没有掉树苗？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哦。不要挖到我的家，我杀了你。你有砍干净吗？啊？有有有有，没事。等吧。应该等下掉了。哇，怎么风那么大？再去砍一棵。我觉得猪丑、哦、哪里丑啊，讲你耶，这是乳牛啊，又不是讲你干嘛。他是乳牛吧，这个可爱，他讲你，他讲你，他就是在讲你，要把他杀了看看到底讲不行。又出去了，所以这一格应该捡到，捡太快了，一次都捡到两格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叶子会自己不见吗？它只要离开原木就会不见。真假的？你要先从最外围开始修。对，离开原木就会不见。对 ，Really？ 真的？难怪难怪他在干什么？不会吧？啊啊，乖啊，所以我的。我的地板一定要是原木就对了。就是这样，你能让树叶跟树叶之间碰得到原木就好。哎、欸，兔子，你在地树叶跟树叶之间碰得到原木、啊？嗯，就是像连连看啊，反正就树叶跟树叶之间碰得到原木都 OK。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在地狱盖一些很像贪吃蛇的建筑物啊？对，好像。在挖一个。我刚就在问他那是什么。我刚刚在。蹦！蹦死啊！蹦！贪食蛇好吗？有人蹦了。好了，就再跳，就再跳。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关系啊。真的吗？他其实很介意。是我很常来地狱、啊。听不出来吗？哎、欸，他真的不会听我口气哦。不要讲了。怎么我死掉了？怎么你死掉？你刚刚这样就白痴哦。哇，囧哥不知道自己死掉哎。我刚刚在看 FB 哦。丢个 TP 吧、哦，我在旧城哎、欸。啊？旧城。那个在哪里？你知道你藏太隐秘啊。主城旁边门口，你知道吗？哎。门口旁边有一个按钮。啊。那个藏在河道旁边，你 TP 才砸好了。好了，我 TP 他了，等等。啊，晚上了吗？记得睡床啊。我找到了。哇，你找到了！哦，你今天找得到那个小按钮，很明显啊。那、嗯欸、原木不够，我家快要崩溃了。用剪刀粘上去的不会消失。欸欸、怎么没有掉树苗、啊？对啊。啊，不早讲，我的。用剪刀粘上去。你可以先全部剪下来。什么意思？我剪下来的东西再贴上去就不会不见了。自己再粘上去。用剪刀，我直接贴的。懂意思吗？就是。你直接把就人工的树叶啦，这样想。哦，刚刚也是这样哎，为什么它还是会不见？奇怪。所以我就等它不见的时候，我再补回去就好了。对。拿到花套。要盖树屋、哦。啊？你要盖树屋？我没有盖，就是单纯利用它的树。好可爱哦，好喜欢这个地方，绿绿的，对眼睛很好。对啊，我看看，
这个树叶每次都会一不小心的，我把自己困住了。我以前有盖过树屋。然后呢？后来是因为有个白痴装了砍树插件。砍树插件是什么？就是你只要砍一个木头的底，整个树就会不见。木头就会不见，对。帮你砍下来，不是不见。不会吧？然后呢？就整个很恼怒啊！你就看到很多像合成台啊，跟箱子在半空中，不知道干嘛。白痴啊！超难过。等一下，我先确定一下我要怎么进来。那时候我还是麦块新手，麦块小新手。对啊，我还在新手的时候。我的树在崩毁，他们在碎裂中。好酷哦！好，然后，所以哎、欸，这可不，所以我就是，可是这样子好明显哦。我要怎么把它遮起来？浓一点啊，嗯，浓密一点啊，浓密一点，还是有什么？不然就是再过来一点好了。只好用绿色羊毛了。然后什么东西可以染成绿色？仙人掌。啊！这样子应该就比较。掉下来。好。欸？哇，这是一格高啊。Really? 所以只能这样子了。嗯，这是根柱子。嗯。他把上面的荒原木叫统一。欸，我叶子没了。欸，真的没了欸。我要去拆别人的叶子。嗯啊，那边有一棵树，上面有一堆叶子。你知道叶子跟叶子都有不同的那个樣子？勇哥就是你啊？叶子跟叶子啊，你叶子都是不同的哦。你说每根叶子都长不一样吗？对啊，你叶子都是我的了，呵呵。我不知道欸，叶子如果拔掉还会再长吗？不会。所以它如果长得那么丑，它以后就会是那么丑。对。所以才会有人来帮他修饰啊，那就交给你们了。什么？我要乱批。哎、欸，这个树叶不一样哎、欸。我就说不一样、啊。黑橡木树叶跟橡木树叶，那、啊、算了，都长差不多。哦，我知道怎么隐秘起来了，把这个也换成树叶就好了。哦，有感觉。好了，然后幕府要爆喽，还没，最后一下吧。我可以不要拆碉堡上面那一块吗？碉堡上面哪里？就是、哦，那不要拆啊。那边很恐怖。哦，不要拆啊。嗯。剩下的我拆掉。嗯。我在想，我要这一层要不要盖起来？好吧，盖起来好了。橡木树叶，好了，这边是一个小房间，不错不错。我的树叶还是不够哎、欸，真的不够了，糟糕。收集一下。好了，好多、哦、好多、哦，20片应该够了。好，然后到处都是破洞，不会，我很快就会把它修好。哎、欸，我还是没有感受到晚上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对，不对 ，time set night， 那你们先睡一下嘛。欸、有欸，有晚上欸，可是为什么没有感受到啊？买什么？好想吃薯条、啊。什么？啊？
两只而已啦，没关系，晚一点再点就好了。啊？谁？刚刚那个？当然是不好吃啊。没关系啊，那我们晚点再点就好了。你都不知道，你还买给我吃？哦，可能他喜欢吧。不知道吃了以后才长那样，没头就是，太坏啦！都没讲这样的话，你听得到鱼竿讲什么吗？没有，哦，没有就好。他们还讲他刚卖给我的东西，他买那个面疙瘩，嗯，然后是阿金推荐他的，因为他说阿金喜欢吃，嗯。然后我不太喜欢在软软的面里面吃到一堆硬硬的菜包，对啊，所以我就吃两口就难怪那么快。鱼竿在旁边附近呢，啊，哎呦有羊毛我找到了，啊饿了。哎，我的字典里没有。白色哦，树长得有点太平了，感觉很不太自然，受的错觉吗？好平哦，我需要上梯子，可以放树叶上吗？不行，不行。啊，那我的书屋的屋顶有点参差不齐。参差不齐才是自然的事嘛。该不会，哎，合成台放得到，合成台放得到树叶上面吗？树叶上哦，可以。哎，可以哎，真的。不对，这里是小房间，怎么可以放这里？好，木斧要爆喽！用铁斧啊，你没有铁了吗？剩一个。你可以去地下矿坑，我们箱子里面有放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拿。这样子吧，对不对？床，哦，床没有办法放欸。What？你床要两格哦。我要两格原木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位置，怎么在这里？咦？起床的位置怪怪的。我在原木里面起床欸。哦，他会挑有空间的位置起床。对，好吧，只好砍掉了。啪！这好，那就这样吧。哇！好破烂啊！完了，我把我树屋越盖越大了。妈，至少房间要大一点，好。然后我需要鹅卵石，有啊，下面都很多，地下超多，满满一箱子鹅卵石，满满一箱子鹅卵石，在哪里啊？你有找到地狱门吗？地狱门旁边有个木头的一个门啊，下去，说地狱门隔壁的什么？一个木头盖的那种，很像。我来看看。矿坑。为什么？